Hello, hello.今天的我的分享的时间大概有30分钟，但是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会讲的语速比较慢，因为有翻译的关系，但是呢速度会很快，内容会过得很快。我讲重点的部分，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中国开源年度报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总共有将近250页左右，230、40几页，所以呢，把它浓缩到70页的内容，但是我还是尽量挑重点讲，希望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哈，然后后面会有一些那个奖励啊，大家专心听的话，可能可以拿到奖励。好的，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这个中国开源的生态的现状然后呢，还有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项目。这些发展状况啊，请。那刚刚呢，Tyson 呢，就是跟我们是这个 community 社区这个分论坛的共同主持人哈，共同的主席，那这是我的这个背景。那同时，我本人现在也还是开源社的这个理事之一啊。那我之前在一些公司工作过哈，那我之前在我原来我是来自于台湾呐，那这样。之前在2020年之前，在中国住了22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啊。然后呢，疫情之前呢，我就掐指一算，我就回了台湾了哈。然后呢，所以我就叫我自己就是三体经验了，美国、台湾跟那个中国啊。那这是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啊。那今天讲的是跟他介绍，就是说开源社从2016年开始，我们开始。做这个对中国整个开源生态体系呢，做了这个研究报告。那么现在有2020年开始有日文版，那今年呢去年2023年呢，我们还有英文版，那我们是跟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这个 XLab， 还有 XLab 他们做这个 Open Digger Community 呢，他们做这个对 GitHub 做全域的数据分析。产生了这个里面重要的数据篇，还有这个问卷篇。好，那大家可以等一下，最后面还会有这个 barcode 大家可以去扫描。那你可以选择英文版或者是中文版。OK。Excuse me, is that translation okay? The speed look okay, right? 好的，那我今天这个主要几个题目，海德。今天这个题目有分成三大块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问卷对这个1000多名的中国的开发者呢，跨各个行业哈，跨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这个开发者呢做出的问卷的问卷篇。第二个是我们透过跟 Open Digger 社区的合作，对 GitHub 做了全域的数据分析，然后专注在中国的项目跟企业和社区上面。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云起资本，云起资本是中国最专注于开源新创企业的投资的公司，那我们跟他合作了好几年哈。Hey Craig。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开源大事记啊，就是中国在开源在2023年发生了哪些事哈。但是呢，这个部分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太多了。最后有两个。给大家小奖励啊。好的，那我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开源这个问卷篇的部分，那分成这个以下这几个部分，那我分开展开来讲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社区的论坛呢，是因为我们国外有人来分享，有参与最多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分会场里面有这个现场即时翻译的哈。那所以我这个所有的片子我都是用英文来。展现，但是我讲的是中文，所以我刚刚说我的语速会慢，那配合就实时翻译。好的，第一个我们看我们人口分布的统计啊，那这个这张我会讲多一点，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35岁以上的这个开发者呢，或是参与这个开源技术相对是少的哈。那我在讲三十五岁之前呢，就已经被996烧得差不多了哈，然后三十五岁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的中国的现状。OK， 啊，然后呢，它这个比例呢，就男女的比例来说，中国这个方面的比例还算是比较健康了，有四分之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越来越多的女性呢，啊，参与到开源力量。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房间里面，其实女性也占了一半啊。那这个在开源社是特别是这样，啊，我们大概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以上的志愿者。那在阿帕奇软件基金会呢，这个部分还是，在中国还是可以持续成长，啊，然后这个主要的问卷的对象来自于互联网跟电子，这个科技行业哈，啊，那这边可以看到，在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是这个大专本科或是硕士以上，啊，那这个地区的分布呢，北上广深圳了，啊，包含，然后呢还有成都，就是四个主要的地区哈。啊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回答问卷，它可能有多重身份，那可能是使用者啊，那参与者居多。参与者是像哪些人？他没有直接参与到项目的技术贡献或是非技术贡献，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家来参会啊，学习一些新知识，来交交朋友，对吧？啊，这个是主要的部分。那贡献者或以上的还是相对的少数啊。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时间分配上面呢，可以看到在这个每个礼拜在贡献呢一到五个小时或者五到十个小时是占主要的部分，啊，所以大家在工作跟这个开源上面时间分配还是比较得当的，啊，那就是说他大部分的这个回答问卷的观众呢，他在参与开源的时间大概在一到两年之内比较多哈，我在猜这个数据比前几年多一些，就是说小于一年到或者一到两年之内的，可能跟疫情有一定的关系啊。大家在家就比较有空就来多参与研究一些项目，好的。然后呢，大家选择项目的这个主要的两个主要原因，我只是选两个，后面很多了啊，比如说代码规范程度很高，文档做得很好的。啊，或者是开发者，活跃度高的，啊，影响力强的，啊，这个是两个主要原因。那现在最热的这个技术呢，当然是人工智能，这个是在，尤其是在去年2023年是大幅的跃升。那么开发工具呢，一直也都是排名前几名的。然后大家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这个产品免费，这个当然了哈，就是免费的都是最好的哈，然后说是花成本很少。第二个是可以二次开发，对吧？那第三个就是社区氛围很好的，大家来这个可以看到，参与开源社区的原因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社区的这个很开放啊，氛围很融合、很融洽，所以呢，像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这个在中国有已经五个分社区了，啊，对，有这个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杭州的、西安的，啊，那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在里面交朋友，因为被闭锁在家里太久了哈。那当然，对项目感兴趣是占主要的部分，然后对这个提升技术能力，这个是大家选择开源的主要原因哈。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对我希望参与到开源里面是。或者做开源里面，我主要的是做哪些工作？那可以看到，回答问卷人他是对代码的这个贡献是比较多的。啊，第二个就是文档的部分。那哪一些项目呢？这他们会参与比较多，贡献比较多的。这个跟全球的趋势是一样的，就是在库啊，还有这个中间件的部分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部分，就是大家参与比较多的。啊，那。对这个主要的参与开源的它这些动机哈，它的动力是什么？啊，就刚刚讲了，社交其实在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中国是这个社区里面是非常重视关系的，跟国外不太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赋能自己，啊，第三个就是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就是它能够被认可，啊，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哈。啊，这一点我觉得在东方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方文化通常都是
从父母亲开始，上一辈开始，就觉得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到我结婚那个，我太太每天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我很喜欢参加社区，就是说啊，我父母说我不好，我这个太太说我不好，但是社区人都说我很好啊，对吧？所以这个认可是很重要的，荣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个 financial return 呢、啊，你可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用爱发电啊，超过一半以上。那有一些是有这个 salary bonus。其实跟国外刚好相反，国外大部分的开源贡献者是有这个公司是愿意付钱去让开发者去参与开源贡献。好的，那 community engagement 呢，可以看到公司现在的状况，就是在中国状况我还蛮讶异的，说大部分都已经有买的开源的这个商业化的版本了然后呢它有这个用这个一些政策，公司政策跟流程来很好的比较好的来使用开源产品这个其实第三个就是这个也让我讶异，就是它是已经有了开源软件有很好的政策跟流程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开源治理在中国是逐渐的受到的公司的重视那大家看就是说一个 community 呢是你成长的一个关键呢，就是他们很重视刚刚讲的社区是不是对你的问题能够很快回答？那 Tyson 呢，在台上也昨天主题演讲讲到了，那希望你加入微信群，国外没有什么微信群就有事了，都是邮件了，对吧？异步的沟通，这边是马上昨天问了你，前天就要你答案，对吧？所以这个很着急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如果说一个社区里面的贡献者成长越快的话，这个社区愿意参与的人就越多，大家都喜欢在里面交朋友，在里面学习。然后呢？他这个提到社区健康的指标呢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今天我们的中国开源年度报告数据篇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讲到这个影响力他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影响力是怎么样然后呢项目的核心的开发者的他影响力是怎么样所以影响力是我们这次报告里面一个核心的关键字那就是对人工智能对 AI 的对这个开发者的影响是什么？是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加速它的这个降本提效吧，能够提升它的效率，能够帮助自动化，然后帮助开发人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错误，或是这些 bugs。然后呢，大家对开源其实跟全球是一样，趋势是一样，大家重视隐私跟数据的安全，然后也希望这个开源的模型开源的这个工具呢能够是足够透明的公开透明的能够可以被解释的而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黑盒子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全球是同步的然后呢那 AI 在哪个方面大家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呢最明显就是在测试跟 CICD 方面然后对这个 data 的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分析跟这些洞察然后在安全跟这个这个漏洞方面的一些预测我想这个都是非我想人工智能这方面能够帮到开发者很大的忙的好所以这个是数据篇我已经讲完了细节大家可以去下载有中文英文版大家详细去看我觉得你会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好的内容那第三个我要讲的部分呢就是说我还没讲到那个 commercialization 这个梗放错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说它这个还是数据篇的部分那我后面会大量介绍 open rank 那 open rank 跟这些所谓的活跃度项目活跃度或者是开发者活跃度或者是这个社区的活跃度不太一样有些你很活跃然后一大堆的什么stars 或者是什么那个这些那个 fork 这个那可能那项目看起来很活跃但是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在一个项目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它的核心的开发者核心的维护者它的是不是吸引了很多人进来能够吸引很多人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想要变成社区的大咖对吧今天早上在展位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说你这个我说你有没有参加这个 Apache 的项目他说我有关系Apache Stream Park 对吧我说那你是没有做贡献没有我就功力还不够所以大家就
中国人我们这边有很多小伙伴都有这种心态，我就功力不够，我怕怕的，我就再看一看吧。啊，其实这个是错的哈，我鼓励大家像蜘蛛人一样哈，你呢就要看着大咖在哪里，就紧跟着大咖。那怎么做呢？要跟他做深度的互动。你刚开始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没关系，但是越来越问多了以后，你可以去帮别人开始回答别人问小白的问题，你可以帮忙回答，慢慢也提升你自己。你每次回答一个问题，其实你就提升你自己一次。就像呢，我是一个 I 型的人，那我强迫自己呢，每一年都要做几次演讲，啊，把我这个 I 呢去掉。所以呢，你要跟有影响力的人，经常跟他的，在他的项目里面做深度的一些合作，去问他问题，然后呢，最后也能够帮上他，然后获得他的认可。他认可之后，你还要长期的，你不能够现在开源，大家知道长期主义啊。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的话呢，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别人就会跟着你，希望跟着你。你从小白变大咖以后，你就会有一批的 fan 粉丝呢跟着你。那这个就是 open rank 主要的原因。看一个社区、一个项目、一个这个核心开发者，他是不是够牛、够大咖，对吧？他不是说光你很多活动，每天讲很多话，做一大堆蹦蹦跳跳，但是你没有做出有影响力，你不能够吸引别人，这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指标。所以呢，这边我会看到有这个，刚刚前面的是问卷篇哈，这个你看到是数据篇的部分，啊，那我这个有这个这以下这些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在全球呢，可以看到整个开源的项目呢，跟活跃用户数还是不断成长啊，但是呢，它整个的增长率是逐年往下降，就是增长没有以前快。我猜这个可能跟疫情有关系，啊，那另外还有可能因为待会儿再说了，那。事件的数字呢，事件数也在上不断上升，但是它增长率是往下的，啊，然后呢，这个，从这个，这个是从这个叫什么讲，就是，哎，我活跃开发者哈，就是这边讲的是 open rank， 就是说开发者的影响力部分，啊，开发者的活跃度部分呢，现在印度是超过了中国。是印度超过中国，那么它预计到2027年，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开发者群体，目前是排第二。但是我刚刚讲 open rank 的影响力来讲，像中国还是超过印度，因为是印度人很多了，很爱讲话，他们讲很多，对，但是他们是这个非常活跃的，影响力还是逐渐在增加当中。那这个讲的是说这个 programming language， 啊，这个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 JavaScript。然后呢 ，Python 跟 TypeScript 也在 catching up， 啊，然后呢，TypeScript 是成长最快的，是讲语言的部分，好，然后后面呢，我就有一系列的排名啊，就是讲全世界，这个项目里面排名最高，这个 NickOS 是排在第一的，然后 Home Assistant 就是智能家居啊，这个是，在 Open Rank 的排名，影响力的排名，不是活跃度哈。影响力的排名，然后呢 ，Microsoft 的 VS Code 里面排下来，然后呢，这讲中国的项目的排名，第一个是华为的 Open Harmony， 然后 Open Ula， 啊，然后这个是百度的 Paddle Paddle， 啊，华为的 My Sport 等等，然后是那个蚂蚁的 Design， 啊，然后这个是全球企业的，啊，可以看到微软现在排第一 ，Google、Amazon， 啊，华为现在排第四，然后阿里巴巴也在排。那么在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影响力的排名啊，华为跟阿里巴巴百度是排前三啊，然后呢现在讲到全世界基金会的影响力啊，你可以看到那个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是高居第一名，而且离第二名还有蛮大的一个差距啊，然后这个开放原子呢是排第二哈，然后是 CNCF 啊，就这样排下来，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国家跟地区的一个影响力排名，啊，不是开发者活跃度或者人数的排名，啊，现在中国是排第三的，啊，然后这个有个全球开发者的排名，这我就不讲了，因为里面唯一我看到一个中国的，就是只有这个排名排在全世界前20的，
那在中国的这个开发者的影响力就是大咖，真正的大咖哈，而打星星的这个都是跟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相关的，前二十里面，前三十里面有就四位是这个阿帕奇，这个我个人认识的哈 ，Tison 啊，这排在目前排第三，应该不知道超过没有，就是我们这次的主席哈，这个共同主席之一啊，然后这个是那个 Charles Fear 的那个张亮对对对。啊，然后就吴胜，我们还有一些我就不太认识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也有一个对这个排名也挺有意思的，希望大家将来都能够，啊，紧跟着我们大佬。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企业的这个 insights， 大家看一下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力的技术影响力的排名哈，那微软是第一了，华为这个窜的蛮快的，啊，然后 Google、Amazon、Meta 啊，跟这个阿里巴巴。啊，这是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排名，这个跟刚刚我前面也说过了，华为、阿里巴巴、蚂蚁，啊，百度。好，然后再看中国的这个，在占全球影响力里面，目前是全球的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排名里面，中国是占了20%，啊，还不断的在往上增加哈。那这个就是讲的是。啊，在中国跟美国企业，在中国跟美国相比，啊，我们的影响力虽然是在逐步上升，影响力排名，但是呢，离美国还有非常大一段差距。好，那技术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基金会来说呢，就是阿帕奇刚刚讲的，它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影响力上面还是远远超过其他的基金会啊，有开放原子啊 ，LFAM Data。所以我在这里面讲这个中国开源年度报告里面跟 Apache 的关系就是体现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Apache 不管在全球在中国都是影响力非常之大。好的，然后看一下这个技术趋势吧，可以看到一些项目里面Cloud Native 还是领先的了，但是它的影响力逐渐在下降，然后呢这个爬窜升上来是 Apache Doris， 你可以看到那 Apache Airflow，然后这个华为的 Open Harmony、Apache Spark、Apache Arrow， 这是Apache 的项目，在全球的项目的影响力啊。你看到 Apache 在里面前十名占了超过一半以上。Okay， 那这个是中国的项目啊，你看到刚刚这边有介绍了一些 Apache Doris 那个说了啊，就再过来就是华为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 Vilvus 这个是一个。一个中国新创公司，然后这些都是中国的项目 ，Apache Flink 啊 ，Apache Sharding Sphere 啊 ，Ozone 啊 ，IoTDB 啊，你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些基金会的项目里面 ，Apache 项目也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是 Apache Incubator 的这个成员了，那我也在关注，从2015年开始，我就组织了一个中国项目的一个群，那现在目前呢？已经是顶级项目的毕业了，从孵化器毕业成为顶级项目有29个。Okay， 那目前正在孵化项目呢有16个，总共加起来45个项目。是从2014年、2015年开始，2014年只有一个，就是 Apache Kili， 啊，然后到了这个2024年呢，9年的时间，10年不到吧，那已经有了45个项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平均有5个项目加入。孵化器甚至毕业变成顶级项目，然后这个是最新的 Horizon， 刚刚加入，刚刚通过。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项目这个与阿帕这个 Open Atom 开放原子基金会的一些项目。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就在过去五年呢，这个可以看到云原生呢还是。在顶部啊，但是成长逐渐趋缓，然后 AI 的部分是快速的上升，啊，其他像 Big Data、Database 还是在缓步的上升。那Cloud Native 里面它有一些项目了，就是哪一些像，这个像那个Kubernetes、K8s 哈、Grafana 啊这些，排名前几名的一个项目。就后面看得到吗？看得到那个
这个是在这个哪个领域？哦 ，AI 部分的啊 ，PyTorch， 我刚刚讲 Meta 的 PyTorch， 啊，在这个整个的影响力上面是还是排第一的啊。后面有这个百度的 Paddle Paddle，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 Line Chain， 啊，这几个是排名前几名的 AI 的项目。那在 Big Data 部分呢 ，Elastic 啊 ，Kibana， 然后那个 Grafana 这个是排名 ，Quickhouse 是排名前三名的这个 Big Data 的项目。啊，这个是 Database 部分 ，Quickhouse 啊，这个是中国项目 Apache Doris。Elastic Search， 然后前端，啊，前端有那个Flutter， 然后 Verso， 啊，这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好项目。OK， 那这个是 Operating System， 啊，这个 Open Harmony 就占了前两名啊。OK， 那项目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就是，主要刚刚我们看到说在中国的这个开发者呢，他们这个关注就是 library 啊，跟这个 frameworks 啊，还有一些开发工具啊，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这也是在趋势上面哈，也是这个维持同样的趋势啊。那这个是在项目上面，这个数据库的领域里面啊，在关系型数据库在 key value 这个部分 documentation 就是前三名，这都是这些数据库项目的全球影响力的部分。那这个是这个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 generative AI 的啊，在这个这几年的影响力的是从 model 还是目前是影响力最大的，其实是工具，第三个是这个应用啊，最后才是 infrastructure。 然后今天早上的主题演讲里面原作有提到这个部分哈，啊，那这个我相信，工具跟应用很快的会影响会超过这个 model 哈，再过几年的时间。好，然后他讲到一些哪些项目呢？现在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些像工具啊，还是应用 ，Line Chain 啊 ，Hugging Face 啊，啊这个什么 Automatic 1111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好，那从我们看一下开发者的部分呢，我刚刚说了哈，现在印度的这个开发者，实际上今年应该已经是然后参与者给这个 issue 或是 comment 啊，参加活动了啊，然后贡献者会多做一些实际的 pull request， 那 committer 会做 PR review 或是 merge 的。OK， 那我们拿一些项目来看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一些快速真正成长的好的社区，它有些指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知道这个社区值不值得你加入。比如说 NickOS， 你看到它 committer数字是全部的一个刚刚前面列前几名最多的啊，然后它的贡献者也是全部加起来最多的，就表示一个非常活跃的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角色提升到另外一个角色，从一个参与者啊，它变成贡献者，变成提交者啊，大家可以看到 NickOS 还是排第一的啊，它这个贡献者变成提交者数字还是最高的。那刚刚讲的这个智能家居这个项目呢，也是全世界的很多开发者在关注的，它也是排名前几名。好，然后这个最后我讲一下，但是我要花少一点时间，就是说，开源项目的自动化透过机器人呢，就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机器人项目，虽然不少2023会降下来，但是我相信2024年应该是会爬升比较快的。它跟全部的项目的开源项目的活动比起来呢，机器人的项目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占它比例呢大概是40%左右，就6:4吧。
那这个我就不讲，因为是太多了哈。就是说这机器人到底在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报告。那第一个最多的就是它的 code push， 啊，有 push 的报告。好，啊，所以这个细节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就不讲，大家可以进去看这个报告的内容。然后就有个 case studies， 啊，就是中国啊前三十的这个中国开发者在 GitHub 里面贡献的啊前三十这个项目里面，啊，那这个。这个来自于大家看到有来自于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项目，这是前三十的来自于中国的那个项目。好的，我的时间过了。那第三章要讲的部分就是开源商业化的部分啊，我就要大家讲更快一点。因为呢，这大家可以看到，从学术对开源 A。这个人工智能的贡献呢，就过去几年学术界呢大量的研究报告跟文献呢啊出现，那么是来自于学术界的贡献，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来自于行业的也非常多啊，今天早上大家谈了很多了哈，啊像 Meta 啦，像那个 Mistral 啊像那个 XAI 啊等等，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呢。帮助了这个，尤其开源的模型呢，帮助了这个越来越多的参数量越来越大，对吧？那像这个刚刚发布的Llama 3，它已经是4050亿个这个参数了，参数量非常之大，啊，这是在前几天发布的。那隔一天呢，隔两天发布的 Mistral Large 2，啊，123B 的这个。参数量啊，但它 performance 啊，并不次于这个啊 Llama 3，Llama 3.1 啊，所以看到行业开源的力量跟学术力量共同在推动了开源 AI 的这个发展。第二个从成本层面去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源的它的成本呢，是在 AWS 上面呢，它的这成本跟它的使用效率呢，啊开源的效率是还成本是远远好于。闭源的这个效率，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全球的这个 AI 的 project 在 GitHub 上面，这个还没有算 Hugging Face 啊，所以这个你看到在过去一年几倍、两倍以上的成长。OK， 那第二个就是在开源开发者，就是 AI 的开发者上面啊，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 AI Ops 这边已经到了3000万，全球3000万了。那未来就是自然语言的，不一定是程序设计师呢，他就可以去做这个用自然语言去做编程的工作。预计8个 billion 是什么意思？80亿，全世界人都可以做开发者。那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工具啊产生了，然后呢可以看到大量的应用也产生了，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在模型层，在工具链层啊，在应用层啊，甚至在数据层都有大量的项目产生啊。好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在投资界来讲啊，其实在中国呢，全球呢，过去一两年的这个投资大幅下降啊，蒙蔽驱逐掠运，啊，这个是讲这个。在国内的美元投资、新创投资呢，也在大幅的下降啊。但是国内的投资是维持差不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各式各样国内的工具啊，这个应用、中间件啊，不断的产生啊。那这个呢，我就很快说一下，是2023年中国新创公司的投资的状况，是包含了美元投资。跟人民币投资，那在第一页可以看到大量都是Apache 软件公司、软件基金会的项目啊，所以 Apache 出品的基本上都是良品保证，经过非常严格的孵化跟毕业流程，是品质的保证。那当然像后面还，那这里面这个列很长，我就不一一列了，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认识的公司跟项目啊。那2023年比较多的，是 AI 相关的项目，刚才说过了。大概就这些，啊，这个就读3-4页了，啊，我已经终于讲完了哈，时间差不多。那
后面呢有一个开元大事记，就是2023年的那个篇幅超长的，啊，所以我实在没时间讲，有这么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跟技术相关的，跟生态相关的，跟治理相关的，跟安全相关的，啊，跟商业化相关的，跟教育相关的，还有跟排行榜相关的，啊，这个我们庄表委啊花了很大量的时间跟我们在这个上面，呵呵，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扫描这个 barcode 去下载这个报告。另外我帮他做了一个工作，我把2023年的国内的相关的开源的报告呢，大概是4-5份，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所以你可以下载来，你就是节省你很多，你就抓重点。但是目前只有中国开源年度报告，还有 GitHub 2023年的 Octoverse，GitHub 的这个全球的开源报告呢，我做了思维导图，后面还有几份我正在做，所以大家那个是随时可以阅读的。那欢迎你参与贡献啊。好的，这是第一个小奖励啊，谢谢大家耐心。第二个呢，做一下小广告哈。11月2号、3号，我们在北京呢召开2024中国开源年会，欢迎大家参加。然后呢，也是开源社的就10周年庆啊，那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北京参加。如果呢你扫描我的个人二维码，你有机会得到免费门票。好，这是我的微信个人二维码，那这是我的邮件，大家欢迎大家跟我联络。好的，那谢谢大家时间，报告到这里，谢谢。